为什么不动手？难道你已经忘了你的哥哥是被我杀的吗？我给了你机会。奴婢不敢。在你心里从来就没有不敢二字。那是以前。我已经把你的两个妹妹接到了青山院，放心了吧。多谢公子。记住，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把刀柄交给别人，就是你已经把这个人的软肋捏在了手里。金小六这个名字以后不要再叫了，本公子赐你一个名字，星儿。星儿多谢公子赐名。不好听吗？好听。那怎么不笑啊？假笑都不会吗？在比你强大的对手面前，无论多么害怕恐惧都不要颤抖，要笑。灿烂的笑。准备侍寝。既然下了决心做他的侍寝婢女，我就回不了头了。明天领一次责罚。为什么？明天领双倍责罚。诺。准备夜宵。诺。要整套。公子，您不是一个人吃饭吗？无论什么时候
几个人吃，我的餐桌上都要整套的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诺。我要梅花。公子是要吃梅花吗？那您是要油炸的还是水煮的？是包馄饨还是和点心呢？我是要带梅花的餐碗。诺。公子，夜宵是鱼羹，凉了就腥了，您吃了喝吧。你现在来服侍本公子。过来。诺。手给我。公子，您要干什么？你要服从于我，无条件的服从。啊，好痛啊！公子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种羹香都经受不住，一看就从未经历过江湖。江公子啊，第一次纳房里人，哎呀，到底是年轻啊！那姑娘昨晚也叫，大早上还叫，你快给他们送过去吧，啊！那我看你死的时候要怎么叫？喊什么？不是你跪求，要一个侍寝承欢的机会吗？害羞了。清楚，我的侍寝婢女得会点花拳绣腿，看着，我只是翻一遍。Thank you.
你要反复练，知道动作，出自本能。岳公子，坏人来了！坏人来了！别动！站着干嘛？还不赶快把被你玷污的被褥洗一洗。被我玷污，明明就是你故意弄脏的。好坏，好坏！你十年了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侍寝之后还是铁铃铛的，真不知道这和家妓有什么区别。姐姐，这还是有区别的。嗯，区别大了。嗯，人家夜里做家妓，白日里还要依着府里的规矩做铁铃铛该做的活，比如说洗被褥。算了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将来我们六姐要是给公子生下个小公子或者是小小姐，脱了奴籍那也是他们半个主子了，到时候看谁还敢欺负我们。说什么呢？姐姐，他说我们得罪了未来的主子了呢。哎呀，我好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我看他们是白日做梦吧。这山鸡就是山鸡，飞上枝头也成不了凤凰的。那也比一辈子在枝头下面当山鸡强。锦竹姐姐，今天早上的汤不够新鲜，公子很不满意。你别想拿公子压我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公子真的在意你，就不会让你亲自洗被褥，你还是回去给我干活吧。陆姐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六姐，六姐，他教我的擒拿手果然厉害。本世子来了，你还不赶快起来行个礼。这才刚成为宇文玥的侍寝婢女，就不把本世子放在眼里了。哎，这点眼力劲儿日后定没出息。
就你有出息。哎，对了，听说宇文玥给你起了个名儿，叫星儿，啊？不会是为了配他那个月字吧？哎呀，真矫情！这宇文玥昨晚不会，怎么跟吞了灶火一样啊？啊，我知道啊，难怪你火气这么大，想必昨晚上是没能如愿以偿吧？被宇文玥那个冰块从房间里给踢出来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贵人不踏贱地，你最好离这儿远一点，小心水溅一身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啊，宇文玥啊，他现在在小红丧妻，哎，他呀是不会碰你的。你什么小红丧妻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要扶丧，他要守孝，对吧？可我不用啊，啊！我们燕北男儿，头顶雄鹰，胯下骏马，胸怀坦荡。要不你跟了我吧？哎，别，那么大个棒子，你扔过来会打死人的。我警告你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最好不要招惹我。你要是再敢招惹我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停下！你到底要干嘛？来，替本世子牵马。牵马，好。上马吧。哼，谁说我要骑马了？啊，本世子就是想散散步。嗯，散散步。你什么你啊？快点跟上，不然我走远了，疾风到时若是踢你，我可管不着。床也脱不了骨子里的婢女德性啊！这些蚂蚁小虫分明是被你的蜂蜜引过来的，你明明在搞鬼！就是你，还挺聪明的呀。对，就是我，我就是想教训你，羞辱你，怎么样？本姑娘今天高兴，就教教你们青山院的规矩。是，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们这些草场婢女，应该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蜂蜜吧？本姑娘今天高兴，赏你们吃。嗯，吃呀！你们两个下奴，就想爬上公子的床，想做主子，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。好啊，那我今天让你们吃个够。吃啊，姐姐，放开我，架好他。Thank you.
跟我说话吗？不然呢？这还有谁啊？六姐，放开他们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哼，这两个低等的婢女不懂规矩，我替公子教训教训他们。哦，是吗？是月公子让你教训他们的吗？我教训两个下人，需要公子亲自开口吗？锦竹姐姐，虽然你带着银铃铛，但你别忘了，你也是宇文府家的下人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你一个下人私自动手打人，就不怕受到府里的惩罚吗？我是不是要告诉月公子，你是怎么不把府里的规矩放在眼里的？就是，大家都是奴婢，谁能比谁高到哪里去啊？说的好像自己是府里的小姐一样。就是，你闭嘴，你个贱婢！都落这干嘛呢？看热闹啊！给我好好收拾他们。哥。哥做人不会吗？偏偏要学恶狗咬人。放肆！公子。是锦竹出手在先的，公子冤枉啊！我只是想教教他们规矩，可没想到他们不但不听，反而处处跟我作对。您看，如果再这么下去，青山院迟早会被他们闹翻的。公子，我住口！规矩都学不会，过来，受罚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吗？公子维护谁，又处罚谁？你们别以为星儿爬上了公子的床就是红人了，在这青山院还是锦竹姐姐最大最得宠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走，疯狗乱咬人。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谁是疯狗？坏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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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自量力，
还惹是生非。心儿自知不自量力，但也不甘受辱。自取其辱，还不甘心吗？公子，心儿知错了。其实，心儿不光是为自己讨说法，只是看不惯那些颠倒是非、欺负弱者的人。这是强者为王的世道，身为弱者，凭什么替别人讨公道？公子，颠倒是非黑白、欺负弱者的人，就是所谓的强者吗？心儿不解，还请公子指点。你很喜欢逞强好胜是吗？好啊，今天让你过足瘾。星儿，还不快跟上公子！是石头。受罚结束了吧？四个爆头就得意忘形，接着练，如果练不好的话，小七和小八就别想活着离开青山院。雨七，开启六个爆头。现在你可明白，掷石头也需要练到精、快、准了吧？接下来的三个时辰就练这个。如果你功夫不到家，也不用谁罚你。这些无头剑呀，就够你受的了。